别就是在第二终点的这边第三小点，我是觉得这一点是蛮转我的观念的。他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积极的工作，都是神借着他的灵做的，但圣灵在环境中消极的管制，却都是利用撒旦的作为。对，可以说撒旦在这里做了一件好事，虽然他是撒谎的坏蛋，虽然他很当然他就是顶撞神啊，推翻神的宝座，有许多的坏处，但是神却利用他的作为来，应该说来成全神的儿女们。在这边 A 小点就说，所有圣灵管制里面所用的人事物，虽都是神照着我们的需要而许可量给我们的，但在这些人事物背后的作祟并加害于我们的乃是撒旦。对，在灵后十二章七到九节那边就说到，那时候保罗就说他身上有一根刺，而那根刺是怎么来的？他是说是那个撒旦的使者加在他的身上。对，所以我们就需要认识，其实一切就是所谓消极的这些负面的环境临到我们，甚至有时候积极的环境临到我们，其实都是撒旦在那里，有时候就在那里兴风作浪。对，但是都是在神的许可之下。所以在那里保罗他就向主有三次的祷告嘛，说求他把刺挪去，就他身体上的那个软弱的情形拿去，但是神并没有拿去，反而神对他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对，所以感谢主，这很奇妙。当然若圣徒们有时间回去可以读读约伯记的一章，特别是一章八节的注意跟一章十二节的注意，写得非常的好。对，那我们在这里时间可能不许可，对，但是我们就需要认识，其实这些环境是撒旦在背后作祟加害于我们，但是都是照着神的良眼。对，神会在那里保守我们，他不会把一个环境是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而量给我们，他都量得恰到好处。对，那个火候刚刚好。对啊，就像我们昨天学生做IEN一些在职的家，就看到那个火候很重要，那个火候过度的东西就烧掉，那个火候不够也没有办法煮熟，但是火候就刚刚好，这样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熟的人，成为一个能够蛮有圣灵香气的人。阿们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到第四大点，我们一同第一弟兄读，第二姊妹读，第三我们一起读。圣灵管制的性质有两种，一种是临时的，一种是常时的。临时的管制是暂时的，常是突然的来，也很快的过去。常时的管制差不多都是我们经常所接触的环境，不加以职业教会清楚，其中加以的管制会非常时最厉害。圣灵管制的性质有两种，一种是临时性的，突然你发生了一件事，叫你身体不舒服，叫你受伤，叫你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是临时性的，可能一两个月你就可以恢复回来。对，但是有一种是常时性的，对，那特别最宝贵的也就是这种常时的管制。所以在这个信息里面，弟兄就交通到说，家者，家，我们所住的家就是枷锁的家。对啊，我们结过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们最好的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成熟的人，就是我们的另一半，对，也是我们亲爱的儿女们。对啊，我现在越过就很能经历，因为现在两个孩子都小，一个两岁八个月，一个八个月，就在那里，一个已经会站啊，又跑啊，然后一个现在正在学爬，可能要准备要走，对，这个时候是最辛苦。对啊，我姊妹就常常说，一个绑手，一个绑脚，然后轮流哭。对啊，所以她现在都是，她就像一个三明治一样，她就因为一个要摸她的肚子才能睡觉，然后一个要喝她的奶才能睡觉，所以她就左拥右抱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枷锁，所以她就常常对我说，
弟兄啊，为什么你那么好？为什么他们都不找你，要找我？我好羡慕。对啊，你可以来聚会。对啊，然后有一天，如果有一天你跟我换换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当妈妈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主给他特别的一份，借着家庭的这些所谓的管制，常识的管制，实在是要更多的把他自己做到我姊妹的里面。对啊，但我觉得我也需要操练了，就是我回去之后也是需要尽人子的义务，对啊，抱抱孩子啊，跟他们玩啊，帮他们换尿布，陪他们玩耍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实际的。对，若是没有这些的安排，这些常识的管制，我们这个人就还是生的。我们这个人还是很野的，对啊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所以常常弟兄们举这个比喻啊，说你怎么知道一个女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呢？还不只是她结婚，更是她生孩子，对啊。通常她只要一生孩子，哎，她变妈妈就不一样了。人家说，哎，你有妈妈的味道，是，对啊。可能你是大小姐，那个什么，就是作为闺女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啊。梳理得很好啊，化妆啊，穿高跟鞋，打理得很美丽。但是当你做妈妈的时候，你就顾不得这一切，你要顾孩子有没有吃饱，顾弟兄有没有吃饱。对啊，我觉得神就是借着这些很实际的人事物，对，叫我们来学一个最宝贵的功课。对，叫我们真是，对啊。所以在第三重点就是说，我们不要盼望他过去，而必须死心塌地，甘愿一生一世的接受。阿门。对，我觉得这话实在是非常的甜美。阿门。我们再来到下一个大点，圣灵管制的范围：一弟兄读，二姊妹读。圣灵管制的范围是宇宙的，宇宙有多大，圣灵管制的范围就有多大，宇宙间的一切都包括在这范围里面。这个什么黄道吉日，我们也不说倒霉不倒霉，我们说我深知道凡事临我他有美意，不必色。我想说我们唱一下诗歌508首的第一节就好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常常成为我的口诗歌。508首，